回到了，好久没约嘞，你有没有想去哪？哦，咖啡厅啊，好啊。你好，请问几位呢？先生，请问几位？哦，三位。哦，好。你好，请问今天要吃什么呢？我要一个牛肝菌舒芙蕾欧姆蛋焗饭。好的。那先生你呢？哦，他要那个精选牛排欧姆蛋包饭。哦，好。超好吃的耶，你的好吃吗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 Erica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Erica。你朋友好安静哦。哎，我先去上一下厕所，你们要先结账，钱包先给你。你们要平分吗？总共1461，一个人487。Hello， 487。你刚点什么？然后487。